我是刚关列车长的2014年5月13号，南苏营站，南苏营站。20:31。南苏营站所拍摄是2273次，就3000港。彰化的1807半包围桥全都。看一下，那个哦都没有好料，算了。这边也没有。2737就三个彰化的。那半夜半包围桥全都。在南苏营站关闭车门怎么处理？咱们收看节目的是光片，那拜拜。各位小圈的在南苏营站时，赶快记得讲。